French life. Hey, Jim, Jim, you, Jim, 停下！你看我怎么过那个东西？你看我，你看我啊！你看我怎么过的？用后刹车慢慢的控制，不要急。哎，金马，要让他们走。Hello。你呀，刚才过那个土墩的时候啊。你说去用点速度，然后到了那个土墩的时候，把那个卡车拉进去，它一过了以后再放下来，就过去了，就这么简单。而且人要站着，人为什么站着呢？是这样的，他那个摩托车这样搞啊，你那个轮不动的。你坐在后面的话，你重力啊，使得那个摩托车工作很艰难，因为它不是有上下的嘛，你那个屁股在那里，对不对？当你两个脚放支撑点，那个是它的转动轴。他不花任何力气的，所以很轻松就过去了。你屁股在那边坐着呢，就是对这个车子不适应。对，车子上他把它担起来，一个屁股嘛，然后再给他这个就不好，站起来，一半站起来，一半 off 了就站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那个脚在那边，你让他走好了，动，你这个人不动的，不动的，像跷跷板那个当中一样的，不动的。我觉得这个跨起来太远了。太远了，太远了嘛你。我就说抓这个这个人老吃力个，晓得吧？太远嘛，你试试看，要么调一调啊。你不知道怎么调，不要去调。回家再说了，回家。回来再说了。另外就是这个脚刹车嘛，我现在就是说，人站好了以后，这个脚怎么去够这个刹车，对吧？哎，因为你那个你开车，你站起来的时候啊，就是有一点东西搭住的呀，轻轻的，不要急，轻轻的，你一重它马上就锁住，马上放掉。你 ABS 关掉没有？关掉了。前面关掉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是。你这样走，你刚刚上山，等一下下山，下山时候啊，就慢慢的下，慢慢的下，慢慢的下。你刚过来的时候，不要到这儿来，你争取转个弯过去。这个弯比较大。那边就直接就下去了，就下去。那么这个练好了以后呢，就基本功就好了。好吧。慢慢来，我基本上试过了吧，你都没事的，很简单了。你到了上坡的时候啊，站起来，脚啊夹住那个东西，你上去的时候呢就不会。我先试试。这个东西，这个今天不能。不能一下子的。慢慢来啊，稳 ，smooth。这个摩托车就是个 smooth， 其实除了 smooth 没什么东西。smooth。Yeah， let it go， clutch， yep。clutch 有时候啊也可以当刹车的，知道吧？因为你不是下去的太快嘛，你其实那个手啊，这个也可以刹，对不对？那个你下去的太快的话，你也可以刹它，对不对？其实那个控制 clutch 可以往上面走，就慢了，对吧？反正就是一般的情况就是用这个手。慢慢来，不急的。永远给点油啊，不要让停下来，控制速度用 clutch。太慢了，别急，不要急。还有呢，就是还有呢，油门你不能掉，油门不能掉，你那个手啊 clutch 控制你的速度，油门一掉就没有一个 movement， 知道吧？没门筒。
一般呢是这样的，拍过来拍过来，到这里的时候啊，到这里的时候有点疏松感，咔嚓拉掉，一过去以后，啪啦就慢慢放过去。学，哎耶耶！对，加油，两个脚加住，加油，两个脚加住。Very good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也过去了，加油门。对啦，两个脚加速，对。油门尽管加 ，clutch 可以控制速度的。对对对，可以可以，加油门啊和 clutch 控制。油门 ，well done。油门。对了 ，very good， 一直站起来，好，不要坐下来。你这个已经基本上知道了，很好的。你把它关掉，你先把关了，先把它关了，先把这个关掉，先那个先关掉。已经你基本上已经知道了。最关键在这里呢，就是你上来的时候呢，两个脚夹住，油门不要放 ，clutch 可以控制，对吧？你先休息一会儿，先我们等一下喝点那个东西。你是这样的，这个就是上，我帮你拿着，你把帽子脱下来，我现在帮你拍录像，全部进去了。把眼镜戴上，不要把你的光辉形象给损了。那么把帽子戴好，衣服脱了，我再跟你讲那个另外一步，所以你也休息休息。已经，你这个已经很好了，这个基本上要领掌握了。哎，就是放这个，当然最好呢。啊，最好呢不要这么放，为什么？你倒下去把那个帽子给搞坏了，几百块，对不对？是，我说有放地下。啊，放地下，对，一般来说放地下。啊，这样就好。下去的时候呢，你保持车的直线，前面后面刹车都可以搞。像这种坡度的话呢，后面刹车就够了。那坡度陡的时候啊，你这个后面还不，你后面光用后面它会滑。后轮滑，所以你两边一起搞呢就慢了，滋滋滋就慢了，知道吧？所以下去的时候呢，你就是两个都好试着玩，你先试这个，你先试这个后刹车，准用后刹车，对，然后呢再用准用那个前刹车，前刹车，前刹车啊，都不要打弯，就直线下去的时候，就那个时候就是控制速度呀，这个都搞完了，两个都搞，你再比较一下你就好了，我等一下试试看让你看，好吧？你现在先歇会儿，你看着我，看着我搞。我这个主要是用后刹车，前刹车都没搞。为什么不需要？两个一搞的话并死掉了。刚才我是为什么 stall 呢？因为它一根棒子在那边，棒子一看一慌，油门没加。所以呢，一下子这样了以后呢，不要紧的，马上就是后刹车一刹 ，clutch 一拉就没事了。就是有点担心啊，像这个东西，那我。如果以后练得好的话呢，就是说，这个电池不会用完的，对不对？电池不会用完。不是，就是你比如讲说，一会儿他妈要 start， 一台要一会儿失火，一会儿失火，才能到失火到最后他妈电池没电了。绝对不会的，绝对不会的。因为这个车子总的来讲启动还是比较方便啊。不会的。像这个呢，就是下去的时候，就是你就是用后刹车，到了底下的时候当心点，当心点，因为你那个是一下小刹车不刹呢。它速度一快，再太厉害呢，它打滑，那么就是练了，你就怎么和又要下去要打完，这是高难度的，一般我们就是下去的，不打完的，那么因为我是训练过了，所以我有数，知道吧？就是呢摔我也不怕，因为我摔过了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无非就是都要下来就倒下来了，就拿起来就可以了，那么。啊，这个就是你要赶的，我再开过去，开过来以后把那个放在那，你歇一会儿，咱们喝点东西。行，你
你要玩再玩玩一下，玩一下回去来。关了。